大哥呀。那、啊、你大哥啊，看着我长大的。是啊，有多少人是看着你长大的，都是你看别人长大的。对没？在他面前我年轻人了，你有时候年轻，他的声音啊，辨识度很强。我靠，奶奶哦，我最喜欢你前一阵的一首闽南语《婴儿》。哦，男儿的心声，哎，他大哥知道，真的。也是看到你要唱这个，唱哪个？我写的哟。我闽南语唱的不多，但是这首歌真的好听，太棒。台语歌这首歌算有水准。这大哥耳热啊，所以都看着我。好硬，好硬，是不是？哇、哦，老师好硬，老师好硬，怎么了？怎么变硬了？分明要把我假牙给搞掉嘛！啊，这是名牌，啊，哇，是不是啊？几万块钱，这样容易吃多了，啊。抱着南方，是不是？删掉，你爱摸嘞，要你不摸嘞，就我才敢。哎呦，不敢啦、啊！我以后怕我走出这个大门会被阿邦的。你要，我一定会脚踏来那了，双手双脚。我听个举得好快。哎、欸，今天这一集最好哎、欸，这谁写的？加分。到底是他赚到还是我赚到？当然你赚到啊！这个就不予置评。我牺牲他赚到，但是我 OK， 好不好？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